大桥实验学校组织高二年级到西山鹅湖玫瑰园春游。期间，高二某班六名学生在清荡湖乘坐一艘游船发生侧翻。六人是全部落水，四人被现场人员是及时施救上岸。有人员伤亡，那是伤亡了多少？那是两个呀，还是几个？救上来的人都活着，是没活着呀？这个真的讨厌，是吧？这个官媒的这个也配这种煽情的啊，给情痴听的这个配音，你给讲解详细了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儿啊？天天搞情痴，哎呦喂！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说你这个音乐啊，你是个什么？是个叫轻快的，还是叫个什么玩意儿？真的巨恶心，这些个官媒是吧？还没有我们这个自媒体认真、严肃、严谨啊，庄重、轻浮。